我们有机会一起一步步走向更大的面对面的见面了。我也希望我可以继续用每一次舞台，每一个作品，也终于带着来回报新的作品跟你们见面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唱音乐节，然后很过瘾，也很开心，希望你们也会开心。收到了，收到了。我们一起拍一张合影吧。这一片新蓝海很美，谢谢你。我们下一个大舞台见，拜拜。